爸，你一定要记得吃药啊。糊涂药我不用。喂爸，你去拿第一次药没？吵死了。你爸，三号那天我们还是出去吃。就在。老妞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李妹妹。爷爷，你在干嘛呀？嘿嘿，回来了。啊。他在打电话呢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带浩浩出去看电视吧。耶，可以出去看电视。哎爸，你还做了松鼠鱼啊？来，尝尝。嗯，好酸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哎爸，你不说跟路啊买一条鱼中午我要吃。